近期网络上非常热门的400次咖啡，只要把咖啡粉、糖、热水搅拌3分钟就能变成咖啡奶泡，加入冰牛奶上就能享用全新口感的咖啡拿铁。虽然这款咖啡趣味十足，但做起来也是挺麻烦的。台北知名午茶店美好年代在4月新品中就有绵密口感的焦糖奶盖拿铁咯。另外还有许多让人爱不释口的咸食新品，一起来看看有哪些好吃的吧。 Tilda 加入 Foodie 吃货频道，反手食指向右指点一下便中文版，反手食指向右指。台北的朋友吃起来， Tilda 美好年代这次推出4月新品，每一道料理光是听名字就感觉很厉害，像是咸食金沙老皮嫩肉披萨，另外还有甜点舒芙蕾布丁烧、抹茶舒芙蕾布丁烧，以及我们今天的主角焦糖奶盖拿铁。每道餐点一上桌都让人有惊喜感。焦糖奶盖拿铁130元，这杯就是网络上非常有话题的400次咖啡。搅拌成咖啡泡之后盖在鲜奶上，再搭配鲜奶油和焦糖饼，和自己在家里做的咖啡就是不一样。美美的颜值跟高级的质感，果然是专家才能做得出来呀。 Tilda 意式炸炖饭沙拉200元，这道炖饭有别于一般的意式炖饭，而是将饭加入马芝瑞拉起司，下油锅至外层金黄酥脆，再加入绿节瓜、玉米笋，变身成全新形态的炖饭沙拉，咬一口就能吃到满满起司浓郁口感，搭配鲜蔬沙拉解腻，好吃到让人忽略热量，先吃就对了。金沙老皮嫩肉披萨250元，金沙咸蛋黄是近期热门美食首选，这次美好年代把台式的咸蛋黄变身成异国料理 Pizza， 结合名菜老皮嫩肉、香菜和少许辣椒，再搭配咸香的金沙和蒜蓉酱油，没想到台味变成 Pizza 可以这么搭。舒芙蕾布丁烧170元，少女们一定要点的饭后甜点。美好年代人气最高的舒芙蕾，搭配布丁、鲜奶油、珍珠和焦糖饼，焦糖香让布丁超级加分，搭配 QQ 的珍珠更是让人欲罢不能呀。波浪号波浪号，抹茶舒芙蕾布丁烧180元，抹茶控怎么能错过它？微苦的抹茶舒芙蕾，搭配手工白玉团子和超可爱的小小三色团子，吃起来 Q 弹又够味，抹茶也很有诚意，茶苦味很到位，吃一口就能感受到满满的幸福 Tilda。